少熙近日晒出一张近况照，只见他嘴唇上打三个唇钉，震惊众人。没想到过了没多久，他开直播与粉丝互动时，又展示了自己新打的全骨钉。而他就被问到留疤和接戏怎么办时，他回应表示需要演戏时会把唇钉、全骨钉拿掉的。不过如果对我的作品有帮助的话，那就会考虑不拿掉。有听说长时间会留下疤痕，但目前还不担心疤痕的问题。而直播曝光后引起部分网友批评，仍然许多人都认为他的脸，他想做什么都与我们无关。看到欧尼做自己就好开心，安少熙大方的态度反而更圈粉。